場冇入場，正陽初入場，香港警察一暴徒，唔准咁破壞香港，依法犯法，以權謀私，我哋真食狗命，俾翻美國奴才，公民抗命，一暴徒公民，無畏無懼。再次多谢今日嚟听审嘅朋友同埋我喺立法会前嘅同事，呢个系对我最大嘅信任。8月12日就是那個最荒謬的藐視立法會罪，我又要去法庭。